前恩主公在发春联，就是祝福，那每个人拿一份。那个时间大概是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在发放，拿的那个样式非常多，有恭贺新禧、福元寿庆、一真一上、吉祥如意、春福，还有开工大吉和开市大吉。那它是109年次的那个所做的，那希望说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努力、更精进，成为更好的人。所以用神明的感召福赐，赐福人们平安幸福。那我们现在进来在现场，就看到这些义工的姐姐们都开始哈，很有系统的把那些一些福气的春联发给大家。那第一份的部分呢，是这个春福竞赛哈，这个部分哈，就是大家想看的这些可以看得到哈。那第二份就是恭喜发恭贺新禧，下面是用福来做垫底的部分。谢谢。然后第三份的话就是吉祥，行好事，做好人哈。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是一个金龙的部分，它的样式非常的漂亮。然后这次的对联哈，就吉祥如意的上面哈，它的花色下面是用龙凤来做合体的，所以做的非常的细致，有看到哈。所以我觉得蛮值得过来拿的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的东西。后面是我们姐姐帮我们做一个称汉服，谢谢。那个麻烦，这是一张开市大吉哈，开市大吉，还有开工大吉，谢谢姐姐，是谢谢姐姐。然后这就是这整套的东西哈。再过来的部分话，就有我们这些师姐们哈，她会帮我们就把它整理在一个里面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长者哈，年纪都蛮长的，然后但是都面带笑意哈，帮大家服务。那我也希望说大家都拿到好的彩头哈，祝大家新年快乐哦。